我就是凯文，和凯文一起玩吧，每一次的朋友全部一起来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凯文和游戏，我是凯文，我是乖乖小凯文，今天要和小凯文一起玩一玩空中曲棍球的游戏。我已经充分的准备好了，期待着呢。小凯文准备好了吗？去玩游戏出发。哥哥，这个是怎么玩的呀？游戏？游戏规则是，这里有两个曲棍球，我们要拿着曲棍球玩游戏哦。首先，打开开关的话，是打开这个吗？玩具就启动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把一个冰球放上去，这样做对决的游戏哦。是要打进球才算赢的吧？没错，很简单吧？非常的简单。这还没有结束哦，这样射进几个冰球，能拿走几个巧克力哦。赢的话就可以拿走这些。当然。那么我一定要全部打进去。没门，全射进去的是我。什么？我们快点来吧。好，小凯文的头发是橘黄色，你用橘黄色的吧。好的，我用橘黄色。我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小凯文是蓝色的。我应该用蓝色的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的，打开开关，开关开好了，把两个冰球插进去，先做好准备，开始呀，开始吧。怎么不动啊？进去了。这里还有个球，这个球我来碰吗？没错。等一下。哥哥，你这是故意的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吹气。不行，玩具本身是能出风的，这不怪我的呀。你不相信我吗？你呼的吹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我不知道。不管了，这次两个巧克力全归凯文哥哥了。哈，还有下一局比赛呢，小凯文不用失望。可是哥哥，你可要正大光明的呀。好，堂堂正正的，这次开始。好吧。好，小凯文是想要蓝色的吧？好，这次给你蓝色，我用橘黄色。好的，准备开始。呀！有动静的时候轻易推过去。你这样碰吧。出击。无效。又进去了，把握这个机会。又进去了。哥哥，我没看见球。小凯文，这个没办法了。刚刚小凯文说什么了？堂堂正正的取得两个巧克力，这不是堂堂正正的游戏，和你玩一定要练习很多才可以的。小凯文，下一局你一定能赢的。你是在逗我玩吗？反正我不喜欢这边的位置，换个位置吧。换位置出了怎么办呢？快点换哦。知道了，那么这次我跟你换位置。这才是真正的哥哥。我已经拿到四个巧克力了。不要冲选百梦。知道了，快开始吧。你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？我是右撇子。那么你用左手来吧。好吧，下一局你一定能赢的。好像你非常有自信的样子。其实有点担心的。快点进行吧。开始。哇，一比一，我也得一个了。小凯文一个，我一个。给我，给你一个巧克力。好的，一个。我终于得到了。我也一个。这次小凯文放进去吧。好的，这里放，没问题。哇，要开始了。哥哥呀，你做得很棒。小凯文，这个位置果然不太好。是吧，这次呢，剪刀石头布，赢的人选位子，怎么样呢？好吧，反正我都在那里两次，不好运了。石头剪刀布。你动了。再来。没有吧。这不行的，我还没有打起精神呢，这不正当。不能找借口耍无赖哦。太聪明了吧。把冰球放进去了。好的。
吹出风吧，让我赢，快动弹吧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防守，防守。啊啊！我赢了，这次是我完胜。蓝色的球刚才在这儿呢，什么时候进去了？看到没有，刚刚哥哥快如闪电的动作，就是没有看见，所以才问你的嘛。是小凯莉教我的动作，真有你的。真的进去了两个吗？当然了，是吧？哦，我们来数数拿走的巧克力数量吧。小凯文数完了吗？我还没有完呢。还没有吗？那么四，你还有吗？这是五。我只有这么点。哼，小凯文是三个，哥哥是七个，那么哥哥分你两个吧。哦，你这么慷慨解囊啊。好，哥哥，那么我们把它吃掉吧。好嘞，吃吧，吃吧，太好了。朋友们，今天呢和小凯文一起玩了这个空中曲棍球的游戏了，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哦。对哦，对哦，朋友们再见了，再见，给你吃。哇，跑跳的时候，捉迷藏的时候，玩球的时候。